一个温柔的凉夜，还有足球相伴，哎呀，夫妇何求啊。我是王涛，将担任本场比赛的解说，担任今天特邀嘉宾的还是我们亲切的苏东苏指导。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，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葡萄牙女队。这两支球队的揭幕战都踢得不好看，都输掉了。今天遇见了，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的，看看能不能在对方身上拿到第一分，甚至是三分。这个球的位置啊，已经很深了，可能把球打进吗？好的，他们进球了，早早的取得领先。这脚直塞球值得我们通过回放一看再看，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，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，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。僵局被打破，目前比分1-0。帮忙进攻的队友上来了，看看这次能不能转换为进球。威胁又来了，守门员这球扑得绝了，一次非常成功的防守啊。杰西卡希尔瓦，这个球啊推进到了前场了。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啊真是太危险了，而且还有吃牌的风险啊。任意球玩了个配合，一次简单的扑救，球是他们的了。现在就是看他个人的魅力了，队友被对方死死卡住了身位啊，没有能够争到第一点。好的，这一下太重要了，这可是在禁区里啊。他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吗？他又进球了，本场比赛的第二次破门。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，拿到球之后整个由守转攻的过程非常流畅，最后是打门这一下四两拨千斤的推射真是漂亮。优势扩大，比分变成了2-0。安德烈亚法里亚，这个位置啊已经具有一定威胁了。判断到了对面的意图，抢断了。还在继续盘带，向前推进，破门良机。他是今天毫无争议的关键先生，也是帽子戏法先生啊。今天这个状态是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哎，回顾一下这个进球，拿到球以后迅速的展开了反击，时机抓得非常准，反击质量也非常高。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，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，他都完美的应对了，找到了机会起脚射门。分差被拉大到了3球，比分3-0。继续带球狂奔，看他把握机会的能力了。这球又有了，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，已经领先4个球了。看一下回放，这样的反击战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，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啊。分差太大了，干净利落的夺回球权，完美的滑铲。纳萨雷特，对手成功拿到球权，好球，非常好的机会，
刚刚这个头球攻门啊，看起来是相当具有威胁性，这差一点就进了。哎，角度没有控制好。嗯。带球冲向禁区，张睿传出了一脚好球，被门将碰到了，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解围，本来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啊，还好他出脚很快。戴安娜希尔瓦有一个反击的机会，这是个好机会，对方门户打开，他们把球打进了空门。这种打空门的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，没错，抓住对方漏洞，迅速将机会转化为进球，非常漂亮。现在比分是4-1，双方拼抢很激烈，球没有控制住，看看娄佳慧的处理，这次落点是后门柱，又一个，现在是4球领先了。他这次进攻显得非常有信心，防守队员完全防不住他，最后用一记头球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。比赛才进行到一半就打出这么大的分差呀，纳萨雷特快速把球铲断了，攻方的有利球裁判没有鸣哨，位置非常好，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呀，分差还在继续拉大。什么叫手术刀般精准的传球脚法，看看这脚球就知道了，实在是太到位了，最后还秀了一下脚法推射将球打进。目前双方比分6-1，他可以继续沿边路向前带球啊，前面还是有很大空间的。杰西卡希尔瓦，他这是要独闯龙潭啊，这不能不进吧，这都能拦下来啊，门将立下了大功啊。哇，这个球罚到了前点，古尔热斯，这球能进吗？这偏离球门也太远了吧！啊，这个射门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啊。对手真是没有好日子过啊！球带出界了，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呢？还要再补时2分钟，全场比赛才能结束。射门！门将一次飞身扑救，这样的球他可不会失误。嗯，球直奔禁区去了，有没有机会呢？在这里起脚有点看不起守门员了啊，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。上半场比赛结束，双方进入更衣室稍事休息。双方交换场地，下半场比赛开始。直接打门，门将也是毫不逊色，轻松做出了扑救。
巧妙的过人动作。对，对方啊压根就没猜出他的意图。嗯，场上再一次发生了球权的转换，他把球带向了对方球门的方向，这球看接下来怎么打。单刀球面对门将，门将防住了，这种绝佳机会可遇不可求啊！哈哈，被防守方先抢到点。从数据上看，他们不光是进球数上大比分领先，有威胁的射门也是比对手多了不少啊。多洛雷斯·席尔瓦，塔蒂亚娜平托，戴安娜·席尔瓦，成功抢断，还没有犯规，哇，太棒了！是时候发起反击了。防守队员回位不够及时啊！球又进了，这完全就是一场屠杀呀！再来欣赏一下这个进球，首先是这脚极具威胁的传中球，点抢的也非常好，非常漂亮的头球。阿马多，戴安娜·席尔瓦，这个铲球完成的不错啊，眼花缭乱的技术，防守队员抢先把球解围出来了。大脚转移到了另一侧，空间很大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这个横传直接将球打到禁区，球被扑出去了，不过警报还没有解除，门将就像跳高运动员一样纵身跳起拖出了这球。解围出界，进攻方获得角球，防守队员把皮球踢出了危险区。带球奔向球门，对手夺回球权，终结了这波本来极具威胁性的进攻。这就叫过犹不及啊，力量太大了，出界了，边线球预判到了，抢回了皮球，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。慢悠悠的回防可不是防反击该有的态度啊，反进来可以打门了，他再进一球，今天已经两球入账，对方好像拿他也没什么办法。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，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，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，拿到这机会啊，当然是不会错过的。分差太大了，安德烈亚·诺顿，阿马多，这个传球直接把球权送给了对手。得到一个边线球，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20分钟了。他现在在边路无人看防，横传将球打到了禁区内，皮球并没有飞太远，这个解围效果不理想啊，球直接到了门将的手里，看起来拿得很轻松，实际上跟他的站位有很大关系。纳萨雷特让对手也丢球了，传过去了就是好机会啊，好球，球进了。来看一下禁区的回放，这脚传球分量给的恰到好处，完美的穿过了对方的防线，送到危险区域，然后打门这一下面对门将直接选择了推射，角度拿捏的非常到位。比赛的常规时间现在只剩下15分钟了，球权没能保持住，被对手拿到，双妹子王双拿球，
多洛雷斯席尔瓦，队友前来支援已经到位，传给了王珊珊，一脚横传掉向禁区，看看队友能不能接到。这下球迷可以喘口气了。哎，这个抢断犯规了吧？裁判没吹，给了进攻有利。嗯，球权转换。安德烈亚诺顿，塔迪亚纳平托，有机会可以试着突破。这粒进球呢，对比分也没什么太大影响，毕竟比赛快结束了。王珊珊，王珊珊在后场把球铲断。安德烈亚诺顿，戴安娜希尔瓦，还在带球，机会还在啊！防守队员成功的挡住了这脚射门，漂亮啊！哦，完全把防守队员晃晕了。嗯，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，进球机会来了。尝试挑射攻门，精彩啊！以及挑射，这完全骗过了门将啊！全场比赛结束。